家好，我是 Randy， 新趣势地产公司的经纪温哥华，班森里团队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那个高贵林，我们今天要去高贵林边上有个叫 Paul Moody， 有一个新盘公寓楼，叫在那个 Electronic Street 上 Paul Moody 那个地方。去他的售楼中心看看他的样板。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这条路叫 Duny Chong， 我们是往Paul Moody 的方向开。高贵林 Paul Moody， 还有一个高贵林港 Port Gretchen， 俗称 Tri City， 这个地方真的风景特别好，山呐、也有水的话就是Peter River 和那个 Fraser River。 我们现在呢是在 Marina 和 Duny Chong 这个路口上继续往那开，右边隐隐能看到很多山坡上的房子，那个就是著名的高贵林的Westwood Plateau 盘龙山庄。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右边隐隐约约的山坡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在小山坡上。高贵林它基本上都是高高低低起伏的地段，因为它是靠近山边，非常不错，景色很好，加上这前几年这个 SkyTrain 已经通到高贵林市中心，所以说这边的房子涨了很多。好，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 Paul Moody， 这个高贵林 Paul Moody 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你看右边现在盖的都是公寓楼，这个左边呢是 townhouse。 Paul Moody 的房子呢以前呢都一直要比高贵林贵，可是呢这些年来由于高贵林的交通SkyTrain 通车，城市发展被规划为三联市 Tri-City 的市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呢，高贵林房子现在其实在很多地段都已经超过了 Paul Moody 的房价，因为它的城市发展。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些高楼这些楼盘都属于我们现在这边呢，就左拐进去就属于 Paul Moody 的市中心一带吧。对面看到的这些楼中心就是属于 Paul Moody 的一个商业中心，它叫 Newport Village。这边有一些比较社区性的餐馆啊，商店。对面的山就是著名的叫 Heritage Paul Moody 的 Heritage Wood。 我们这边要看一下它的规划图吧，这个景色就是这样。它的位置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到它的售楼处去一下。这个地址是 50 Electronic Avenue。Hi, how are you? Yeah, I'm Randy. Hi, Randy. Are you? Yeah, yeah, Randy. Yeah. Things about the home is these are included. That's the good thing. Yeah, included. All of these included. The wine cupboard is included. The only thing that does not come is that bench there. Bench. Everything else comes. Very good. 今天呢，来到Paul Moody 的一个楼盘 Electronic Avenue Apartment 那个楼盘，木结构的。这个我们现在来到它这个是样品房，因为今天现在是疫情嘛，我只能戴着口罩跟大家讲这个。这个就是叫 built-in 的冰箱，非常大，双开门。
啊，完全是做成这个柜子的样子。这个底下呢，这个底下呢，就速冻的部分。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边，先看这个炉子，炉子是煤气的，啊，跟通常也是，这个是四个炉头的，啊，包括它底下的烤箱，都是烤箱是电的，对，然后呢，这个啊抽风机，啊，非常现代化的柜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都大同小异了，这个微波炉 Panasonic 的啊，这个它的这个一个很好处，它就是放这个都是包括在里头的，这个非常科学，放锅啊什么，整个这个拐角的位置都被利用上了，非常好。这个是包在价格里头的啊，包括这里放调料的，其实是酱油瓶啊什么，挺不错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水池部分，它是一个大的水池，这边是洗碗机，非常好。好，那然后呢？它这边这个是放酒的，整个这个也是包在里头的柜子，非常大。这边是 living room area， 这个快递就是 dining area， 整餐厅了。好，我们现在呢，看主卧室。这个是主卧室，然后我们它这个呢是主卧室的专用浴室和 walk-in closet， 它这个 walk-in closet 呢，它是有比较特别的，那怎么个特别法呢？这个两边，这个都价钱都是包的啊 ，it's include， 就这个柜子，它是两边都是放衣服啊，就柜子门关了，这边你看，很多抽屉。主卧的浴室，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样品房是两房的啊。带淋浴，然后呢还带一个浴室啊，浴盆，档次比较高的电盆。然后是两个水池的换洗，这样再推出来，好，我们现在呢，它的这个房子的设计结构两房就比较好，它是什么呢？它这两个房间是被中间的客厅隔开，这样相互影响就很小。我们来到这个另外一个房间，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房间。
也是蛮大的。这个房间就是一般普通的放衣服的地方。我们呢，现在去阳台看一下。阳台也是蛮大的，它的设计呢，就是让你能够有烧烤。这个是这个房间是设计的，是在第五层，最高一层，所以它的 view 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楼上的。这个就是太好，这是从这边看的。